Start your computations. Go. 现在是出现了，地点是在彰化。这名这个男性，他原来是跟这个第五例的个案是这个夫妻的关系。第五例的个案曾经到武汉工作。今天是大年初五，也就是香港的开工日，然后今天是寒流，所以你看我整个人抱得跟一个 burrito 一样，好冷。 Say hi. Hi. Happy New Year. Hi. 虽然我今天没有要去哪里，但是我还是会上一下防晒，然后这个是 Biolay 的 Water Essence， 这是我到目前用过觉得最舒服的防晒。 I love you.你们会这样子吗？在家里跟你的姐姐说 I love you， 然后就是被一阵沉默给覆盖住。我在家常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是我们家情感最丰沛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会很勇于表达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姐姐们就是会用一种你到底有什么障碍的一个眼神来看我。然后我用的这个海绵是我上次在日本临时药妆店买的一个像粉扑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没有到非常 amazing 的好用，但是还算是可以了，所以就将就着先用一下。今天因为没有要去哪里，我就不特别遮瑕了。我其实平常也是一个很懒惰遮瑕的人。姐姐 I love you。 Hi 妈咪 I love you。窗帘也拉起，那多难看呀！我要灯光 ，lighting， 好不好 ？Lighting is everything。干嘛？你要去买菜，戴口罩哦。我们家始终在唱歌。我最近其实天天都会卷头发，但是我今天实在有点太懒惰，所以我就上一点这个发油 ，Moroccan oil。进来，这样子可以吗？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是要开始工作喽。不过香港比台湾早开工一天，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去公司，我就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工作。然后我好像好冷哦，好开心哦。因为它有用餐时间限制，就是2小时，所以我刚刚告一个段落之后，我现在要去买午餐回家。然后好冷，然后我等一下顺便去便利商店碰碰运气，看可不可以买到口罩。现在的话是一个人限购3个。但还有口罩，口罩卖完了，晚上才会进来。好，谢谢。先用酒精，就是干洗手，消毒一下手。我刚刚买了胡须章的便当，然后除了便当之外，我还买了一个 A 菜，是我最喜欢的。刚出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去买便当，所以我就没有带便当盒。但是全部都是我爱吃的，果然在台湾吃卤肉饭还是最有味道。哇，真的是很难得碰到这种。很少看到这种有三色蔬菜的组合里面没有红萝卜的。今天它只有豆子跟玉米，虽然有我不吃的小虾米，但是没关系。但是呢，小虾米总是比红萝卜还要好，是吧？什么温水？你看我人真的很好，对不对？你要温水是吗？妈妈，你拖鞋穿一下。
再来泡茶，这个是一个藜麦茶，泡完之后藜麦可以拿来煮饭。哦，我们家的时钟又开始唱歌了。好的，我要开始了，你们都不要吵我，都不要打扰我，我要开始工作了。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喂 ，Hello Hello， 可以吗？听得到吗？可以。好，我只是想要很快的勾兑一下。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That ended with life when I say shit. 好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们现在来吃饭。姐姐，你要 say hi 吗？帮你打马赛克，不要。我们今天有鱼，有这个叫什么来的？酸菜。它是雪菜。哦，雪菜。雪菜打泡猪毛豆。哦，雪菜打泡猪毛豆，然后还有韭菜。它是韭菜，它是猪葱。什么是猪葱？猪葱是葱的一种。好，它是猪葱炒蛋，然后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好，大概是这样子。什么东西没熟？没熟，哇，这个没熟。确定有熟吗？嗯，然后是有这个，它就是酸酸辣辣的。姐姐 ，I love you。永远都收不到音的回复。啊、哦，现在样子好狼狈哦。今天其实也没干嘛，今天也没有出去很久。天气冷的时候就只想这样，把自己包成一个 burrito， 然后什么都不要做。我前两天换了一个棉被之后，我的天哪，起床变成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今天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少，刚刚我工作处理了差不多之后就吃饭了嘛，然后吃完饭我就躺在这里了。update 完毕，等一下我应该会去按摩。那个按摩是我们家算是一个习惯嘛，尤其因为我的肩颈很紧，可能平常电脑用太多，要剪片啊，要工作什么的，然后还有用手机，都会让我的背习惯性的拖起来，所以那边就是会有一个很大很硬的一块肌肉这样。刚店员说口罩8:30之后才会进货，所以我按摩完再去碰碰运气好了。침을깨우는네목소리머리를빗는네빗소리밖엔비가오나봐들리는빗방울들이땅에떨어지는소리전해지는전생고대체뭐야너는비법이아침에일어나서부은눈이너무아름다운너이대로조금만조금만더무너했길바래조금만쟤는어디까지보다잤지여기서부터다시보면되겠지好了，我刚按完了。哦。要松一点了，这一条真的好酸。입을맞추면서다시입을맞추네또다시입을안으로들어가따뜻한장판에몸을누르따뜻한我刚洗完澡，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鼻子脱皮有多严重，你看啊。因为我这两天大过敏，然后一直在擤鼻涕，所以每次这样我这个鼻子就会脱皮个一两天。啊，烦哦。先用碧尔泉的奇迹水，最近天气比较冷，感觉可以用到这一罐。再来会用 Clarins 的这个叫什么 Facial Lift。然后再来是我很久以前有介绍过的那个碧尔泉低脂眼霜，这个真的是蛮好用的，蛮推荐给大家。最后呢是用我目前拥有最滋润的 Laneige 的这个叫做 Water Bank Moisture Cream， 这个真的是在冬天的时候的救星啊。
你房间外面这些书是不要了是不是？对啊。那我可以看有没有我要的吗？可以啊，我这边还有一些。哇，好多英文书哦，姐姐，你居然有这么多英文书。我这边还有一本，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哪一个？有没有什么是会启发我心灵的书啊？如果你做行销的，可以读这个。品牌的技术与艺术。嗯，好。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一本，所以我舍不得丢。但这本你要还我。好。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就是南非的教宗跟那个好。可是你又不看商业的书？也不是不看啦。你可以看这个啊。哪一个？就是很深的上。你看我的手，慢慢的。这种为什么会有？我也不记得。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什么时候？Predictable revenue. What the hell?Negotiation genius. Oh, this is all this shit. Smart targeting. Our customers have to be large enough who need our service. However, if they're too large, they tend to hire someone in-house to do it full-time. 这本是我怎么会把这本丢出来? Time management and focus tip. 3 goals for the day. 这个好老哦，不要看。姐姐，I love you. 我可是一年要读12本书。好的，那其实今天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呢，你知道今天是大年初五，那大年初五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有除夕到初四，又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吃很多。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我这几天来的体重到底是多少呢？Shit.